遥远的宇宙飞来一颗新的彗星，拖着红色长长的尾巴，被命名为孜以风。孜以风离地球越来越近了，而且电子计算机已经计算出孜以风飞行的轨道。什么，博士？它向地球撞来了？是吗，博士？事情很严重。哦，新彗星真的能撞向地球吗？至少现在有83%的可能性。那么，如果被撞上了，地球就会怎么样，博士？撞上了，也就意味着地球的灭亡。啊，灭亡？一切都不存在了吗？那我们也不存在了。是的。那还用说？可是，一珠，一珠，一珠君。对孜以风的轨道进行了再次详细的计算，只差一点点，就差那么一点点才能幸免于难。那么离地球最近的距离是多少呢？55860公里。啊，这下就放心了。别高兴得太早，50000公里对宇宙来说如同一张纸，变幻莫测的大气层，还有新彗星的引力，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是这样。岩本博士，彗星和地球相交的时间是？后天凌晨3:20:15。还有37个小时。根据计算机所计算的孜以风和地球在55860公里处相交错时，所可能引起的种种突发异常事件进行分析，地球不会受到很大的灾害。看来地球不会有什么问题了，计算机不是已经计算出来了吗？不过总感觉有不祥之兆，好像忘记了什么。好了，大家都别钻牛角尖了，来，队长，喝咖啡。行、啊、太谢谢了，正好嗓子冒烟啊。那，爷，谢谢关照，不好意思。谢谢。科特队本部，请回答。是，我是科特队本部。我是宇宙线观测所，就在大约30分钟前，我们观测到一种特殊的宇宙线，是否有可能和新彗星靠近地球有关？明白了，它越来越近了。队长，怎么了？巴黎总部传来紧急命令，现已搞清，导致氢弹自燃爆炸的原因是由于新彗星孜以风不断射向地球的强烈宇宙线的作用。地球防卫委员会向所有拥有氢弹的国家发出了确保安全的紧急指令，但是，不好。以前就有传言说，在那个奥埃库的海上，有6颗废弃的旧氢弹丢失了。确实有这种说法。海底200米处的铅型仓库被破坏后，6颗氢弹就不知去向了。如果那6颗氢弹的起爆装置没有拆除，就肯定会引起爆炸，而且是6个一起爆炸，所放射出来的核能可以使地球上所有生命全部是谣言。不管是不是谣言，核实一下总有必要吧。对，马上向巴黎总部核对。秋子。是。孜以风在一点点向地球逼近，就像一只火球熊熊燃烧着。深夜突然发出了到地下室去紧急避难的命令，虽然人们被告知不会有什么大难，然而这道命令总使人们感到不安。听说即使拆除了起爆装置，那氢弹也不是绝对安全的。但不管怎么说，要摧毁一个地球，恐怕要有很多氢弹才行吧？你说是吗？是的呀。听说有6颗氢弹至今去向不明，会不会给怪兽吞进肚子带走了？真讨厌，这事儿好像跟你无关似的。那个储藏氢弹的海底仓库确实有不可思议的脚印，你懂吗？那我们怎么办呢？怎么办呢？爸爸啊！
这孩子，你这是什么打扮呢？这个嘛，当彗星撞到地球，我就借着惯性飞到宇宙中去了。这小子，我还担心一件事。队长，是日本的阿尔卑斯事件吗？是的，在奥海库海事件后，在日本的阿尔卑斯山检测出强烈的放射能，已经开始正式调查了。据报告，现在这种放射能方向不太明确。这事儿很难理解，是不是可以这样猜测呢？吞下氢弹的那个怪兽在阿尔卑斯山附近消失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用氢弹起爆器了。队长，距离彗星接近地球的时间还有20分15秒。博士，自以风宇宙线最强是什么时候？和地球相擦而过的2-3分钟以后。秋子，叫早田马上离开现场，即使发现怪兽也没时间了。是。早田君，早田君，队长，通信失灵了。是宇宙线，继续呼叫。是。早田君，请回答。早田君，请回答。早田君，你发明这个适用于半径20公里之内的探测器，也花了不少时间呢，银初。从理论上讲嘛，这台仪器性能应该什么还能更好一点。照你这么说，即使那个吞吃氢弹的怪兽在这一带活动，你的探测器也能看到喽。如果真是那样就好了。不好，我们已经受到自义风的影响了，赶快着陆吧。不好，自义风来了，快回去，小混蛋。爸爸，我们大家没事了，平安无事了，我们大家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我们大家没事了，没事了，早田君，发着呆，在看什么呢？啊，太美了！地球真是个美丽的地方。啊，彗星雌翼风已经远离地球，美丽的景色又重回大地，真是一个无限美好的早晨呢。啊，确实如此。如果那六个氢弹爆炸了，伊楚君大概不会像现在这样诗性大发的。就是，真是舒服，太美了。爸，快，快上飞艇，好，快！家伙真厉害啊。怎么探测器一点反应也没有？难道吞吃氢弹的不是他？哎，乙初，
不是探测器出毛病了吗？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科特队本部请回答。嗯，还是不通，看来是受宇宙线的干扰。嗯，啊，那是什么？是什么？朝我们冲过来了。还是不通吗？是的，队长。哦，星爷也来了。他们都没事吧？正在联络，应该不会有事。岩本博士，自以峰刚过去不久，雷达基地观测到一种神奇的飞行物。飞行物？哎，说是从自以峰那儿飞过来的，而且那东西非常大。是什么呢？好像是陨石或者什么金属类的东西。喂，早田君，这样下去会被那家伙追上的。早田君，别急，让我想想。太棒了，我们现在可以坐山观虎斗了。人类真是既伟大又狡猾，怪不得从远古时代到今天，为什么只有人类才能很好的生存下来。话可不能这么说，这是形势需要嘛。嗯，啊啊，有反应。方位呢？是移动的，不固定的。走。吞吃金蛋的是这个家伙。对，在他的脖子这儿。嗯，那为什么没有爆炸呢？可能是自一峰通过地球时，那个怪兽正在地底深处睡觉呢。对，怪不得。喂，早田君，这个家伙如果卷入两个怪兽的争斗就麻烦了。是啊，又不能随便使用武器。科特队本部，科特队本部，请回答。我是乙初，请回答。乙初，我是孙松。啊，队长，你们没事吧？我们没事。可是队长，事情有些不妙啊。什么事情不妙？你不向我报个清楚，我怎么会知道？真是厉害。Fuck!
让那个携带氢弹的怪兽加入争斗是危险的，想办法一定要让他离开争斗现场。好吧，那个家伙我来把他引开，你们趁机会把另外两只怪兽干掉。可是灶田，我走了。灶田，等等，灶田，一柱，别乱来。放开！急了，我们去对付另外两个，走吧。好。这下看看我的本事。嗯，你有什么新招？干掉了，一出真伟大！李秋，别高兴太早了，现在奥特曼情况不妙，他的红色灯又亮了。钱呢？哦，好小子，总要替他担心。没过多久，世界各地的天文台都观测到，在那遥远的宇宙发生了一次不可思议的大爆炸。几位天文学家认为，这是被彗星孜以峰扰乱的宇宙
为了恢复过去安宁而发起的宇宙自身能量的逆向爆发行动。早天君、蓝君、易初君，干得好，谢谢了。你们早点回来。早天、易初、蓝，告诉你们一个刚收到的情报：在日本时间凌晨3:20:15，和地球交错而过的新彗星姿玉峰已经渐渐远去，现在离地球的距离是，距离是85720040，可以了吧？它已经变成了一个闪闪发光的小星星了。3020年7月2日，上午8:50，这什么？这是刚出来的数据，根据计算，姿玉峰将用同样轨道再次和地球接近，下次可要撞击地球了。撞击？是的。是3020年7月2日吗？不过，那时候的人类将有我们无法想象的先进科学，说不定还能改变姿玉峰的运行轨道。说不定的。为了不被他们自己造的武器所毁灭，那时候的人类必须再聪明一点才行啊。是的，这我相信。我也相信。秋子。嗨。来杯咖啡。是。啊，不，我自己来，咖啡太咸了。对不起，队长。姿玉峰向着宇宙的另一个方向飞去了，地球又再次显露出它那美丽的面容。到了3020年，姿玉峰又将再次接近地球。当然，这只是无限宇宙中的一瞬间，谁也不知道又在将来的什么时候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Thank you.